喂，在忙什么呢？准备录前采了。别紧张，就像你平时跟我说话一样就行了。今天结束可能稍微晚一点。那等你结束后回家见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们男生一般都喜欢什么呀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哎呀，还不是白慕瑶非逼着我帮他追胡英俊。他可是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。那你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安然。那不过你正经呢。他平时就喜欢打游戏。你看他的屏保都是游戏人物。哦，懂了。那就让白梦瑶约他打游戏就行了。好了，那你忙吧，录制加油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今天怎么收工这么早？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你干嘛？我抱抱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在干嘛？我在给你煮梨汤，给你润润嗓子。我们安然还会煮梨汤了呢。好想念我们去户外团建那里的帐篷啊，在那里可以安安静静的吹吹风，看着星空。哎，你说要是有空的话，我们俩再去一次野营呗。我们要是单独再去一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我的野营生活。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我野营的时候会去一些完全属于大自然的地方，有时间呢就走远一点，没时间就走近一些。有时候在树林里听风声、流水声，被夜风吹着，一串一串的声音，就跟听音乐似的。有时候只是为了把自己放空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待几天无聊了，我就知道城市在叫我。我心里的群居灵魂又动了，就回来了。这就是我平时的野营生活。听得我今天晚上都好想睡帐篷。乐意奉陪。这是我的帐篷，谁让你陪啊？这不是我的阳台吗？也对啊。With colors of morning light, they're brighter with you in my life. Can I be the only one to kiss you goodnight? Oh, it's better with you in my life.下班约个会好不好？好啊。